你怎么回来了？嘉许哥，我想了一下，要不我还是留下来照顾你吧。如果我生病的话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你也会留下来照顾我的，对吧？你吃饭了吗？带了晚餐。你一天没吃东西就吃个面包啊？你别吃这个，我给你点外卖。我不用点外卖，我不饿。你东西都没吃，今天怎么可能不饿？我真的不饿。我要是饿的话，我会找东西吃的。我又不是小孩了，吃点东西还是很操心的。又塞得像小河豚一样。嘉许哥，你笑什么？没事儿。去哪儿？我去洗漱一下。去吧。他今天不能下床，又不能洗漱，要不给他擦个……嘉许哥，医生说你今天不能洗澡，你要不要擦个脸？好啊，我帮你擦。没事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可是万一把伤口崩开了，到时候还得在医院多住几天。那也行。为什么我会这样？一直期待一个人的出现。小三。
你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男的。长得帅，成绩好，就很有魅力。又帅又有魅力，我感觉他也有一点喜欢我吧。很喜欢。你太幸福了，不是所有人的暗恋都是双向奔赴的。但是他的家庭你了解吗？你知不知道他爸是个杀人犯？乐嘉许，你们家目前这个情况还不如分了比较好。你追谁不行，你追我妹，你有没有点了解？对不起，兄弟。为什么要打他？我为什么不能打他？就因为我喜欢他，所以段嘉许他做错了什么？我是不是真的年纪大了？为什么我爸妈都没了？只要有我桑稚在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段嘉许。你能不能相信你自己真的很好？你能不能永远跟我在一起？我才发现，我从来不是独自奔跑，他也在努力地奔向我。你不是说过吗？所有不好的事情过去了之后，剩下来的就都是好事情。所以，准备好了吗？我有一个秘密，就我有个好喜欢的人。谁啊？我不能说。桑稚，这是我第二次这么近距离的见到他。见到小桑稚，他也很高兴。怎么也不喊人呢？哥哥好。哥哥好什么？哦，哥哥好帅啊！好不要脸的。他很好，别晒伤了，慢点。但他好像对谁都很好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是个中央空调。可能在他心里，我们不会有除了兄妹以外的关系。那这个。时间真的有魔法，拉近了我们的高度和距离。我的梦想，段嘉许，希望有人可以陪他，希望那个人是。